选择题第一题，请问一百米跑的起跑分为 A 预备跑 ，B 各就位预备跑 ，C 各就位跑，不是 B 各就位预备跑，还是 B 啊？还记得起来今天教练说过的就是喊的那个词吗？对 ，D 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嘞，第一题答对，各就位，预备，好，哇！过杆之后，以哪个部位先接触海绵包 ？A. 头部 ，B. 肩部 ，C. 背部 ，D. 臀部。肩部是哪个选项 ？B. 肩吗？确定吗？今天练习过跳高吗？对，你们商量一下。B 吧，不是 B 就是 C。啊，你是说先过杆还是先落地？落地，落到海绵包上。不是 B 就是 C。不是屁股吗？但是我今天看老师头。头边，应该是 B 是吗？恭喜回答正确，过来前，肩漂亮，漂亮 ，OK。哎，第三题非常的简单，请问金牌是什么做的？A 金 ，B 银 ，C 铜。那就金啊，那叫金牌了，那就不对了。所有金牌。银，等一下，这不是脑子小关的问题。不是，这是一个趣味体育知识问答。趣味，我们再念一遍金吧。请问金牌是什么做的 ？A 金 ，B 银 ，C 铜。铜。金啊，什么做的？不是有金牌、银牌、铜牌吗？对啊，我问的是金牌是怎么做的、啊、那就是金吧，别想那么复杂，金牌我也觉得这是个陷阱。好是金是吗？对，恭喜你们回答错误、啊、金牌是铜，金牌是银做的啊。那为什么是金牌？对啊，那银又是银牌又是什么做的？银牌是银做的呀，金牌外面只是一层镀金、啊、那铜牌是什么？奥运会的金牌。奥运会的金牌应该也是的、OK， 下一题， okay. 请问奥运会举办次数最多的国家是 A 俄罗斯 ，B 英国 ，C 美国？这个错吧？真，我觉得美国。英国，嗯，就英美国，它其实俄罗斯，英国吧？完了，英国吧？有没有中国？陷入了焦点。我觉得中国吧，投票吧，英国。我觉得美国。俄罗斯，我也投。对，他也招奥运会啊，他只是说举办最多，举办城市，举办次数最多的应该是英国吧？这我就不知道。来，给我一个回答案。对，一二三。那好吧，他们说英国是吗？英国吗？刚刚谁说美国来着？我。亚米答对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都说了，美国举办过四次夏季奥运会和四次冬季奥运会是举办。好，下一题就听我的啊。可能是有的举办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。下一题，请问奥运会举办次数最多的城市是、oh. A 伦敦、啊、B 里昂 C 纽约。伦敦吧，是吧？伦敦我记得有好几次，在我出生我记得的就有好几次。所以你们最后的答案是伦敦。你们知道伦敦举办过几次奥运会吗？就说伦敦。但印象中挺多。先恭喜大家回答正确，伦敦一共举办过三次奥运会。可以啊，那是这边有一张。